大家好，欢迎收看《故国神游之两宋风华》，我是袁熙。那在两宋风华的前几集中呢，我们以宋朝开国之君赵匡胤为主线，讲述了北宋立国的过程。那有句话叫一朝天子一朝臣，在这个过程中呢，还有一个人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就是宋初名臣赵普。所以这一集呢，我们就来讲讲关于赵普的故事。十载独相画国策，半部论语左圣朝。那说起来呢，赵普与赵匡胤很早就认识，在后周时呢就一同供职于军中，他们私交也很好。赵匡胤父亲生病的时候，赵普就在一旁照顾，所以他是很早就跟随赵匡胤的。那在赵匡胤称帝前后呢，他几乎在每个关键阶段的大事决断上都有所参与，正如后来宋太宗对他的评价是能断大事。那么赵普做了哪些大事呢？首先呢，就是陈桥兵变啊，我们在第一集《天命有归大宋开国》中讲过，赵匡胤率军北征，那走到这个陈桥驿这个地方，士兵就拥立他为天子。那当天的早上呢，赵匡胤还在睡觉啊，当时就是赵普和赵光义，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推门而入，把赵匡胤叫醒，禀告此事。那接下来呢，就是黄袍加身，赵匡胤称帝。那这个是赵普参与的第一件大事。第二件事呢，就是收禁军兵权。而我们在第四集治乱义务三策削藩中讲过，宋太祖登基后呢，先收取中央禁军的兵权。这件事呢，也是在赵普多次向他提出建议后呢，他最后采纳了这个建议，然后就演出了杯酒释兵权的故事。那第三件大事就是北宋一统列国的时候，这个战略制定上赵普也是宇文其谋。我们在第二集《夷吾止歌一统列国》中讲过宋太祖平定这些割据政权时呢，他有一个既定战略叫先南后北，就是先攻打南方的割据政权，然后再收取北方的北汉。那关于这个战略的制定呢，有一段佳话，就是宋太祖雪夜访赵普，说的是呢，宋太祖经常微服出宫走访功臣家，所以赵普每次退朝后呢，都冠带整齐，不敢换衣服。那有一次呢，这个天降大雪，天色已晚，赵普就估计宋太祖不会再出宫了。结果没多久呢，就听到叩门声，那赵普就赶忙出营果然是宋太祖立在风雪之中，而且宋太祖还约了赵光义，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就这样，君臣三人呢，在赵普家席地而坐，那一边烧着炭火，一边吃着烤肉，赵普的妻子呢，就在一旁倒酒，宋太祖呢，是以嫂相称。那三人就边吃边聊，聊的什么呢？就是如何统一列国。宋太祖就想试试赵普，就说呢，我呢，想先打太原就是指北汉。那赵普就不同意，他说啊，北汉如果能打下来，那我们就要直接面对北方强大的契丹，把自己置于危险之地，不如呢先削平南方诸国，到时候只剩北汉弹丸之地，还不好收复吗？那宋太祖就笑了他说呢，我也是这么想的，刚才是想试探试探你。那这段宋太祖雪夜访赵普的故事呢，就成了一段佳话这个是赵普参与的第三件事。那他参与的第四件大事就是削藩。在第四集治乱义务三策削藩中，我们讲过赵普向宋太祖献上削藩三策，就是烧夺其权，治其钱谷，收其精兵。那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分权就是把藩镇的政权、财权、军权分开。后来呢，这个思路不仅是用在了削藩上，他对整个宋朝的官制都有深远的影响，包括在中央官制的设置上也是这样做的，将这个政权呢归宰相财权归三司，军权归枢密院。因为这个权力的分散，然后又能够互相制约，所以有宋一朝相对来讲呢，内政都比较稳定，特别是在地方上呢，
就再没有出现类似藩镇之祸这样的事。当然它有弊端呢，就是分工细致嘛，所以这个政府机构呢就会庞大，那效率呢相对就降低，这个就是利弊同存。此外呢，在削藩的具体政策上，赵普也多有谋划，比如呢设置通判啊，比如呢罢去藩镇所领的知郡，那这些呢都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赵普的确是很了不起啊，做了这么多的大事，所以呢宋太祖才会这么信任他啊，不仅让他做宰相，而且这个待遇非常的不一般。那我们知道宋朝的宰相啊一般有两位啊，有时也有三位，同时呢还有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那宰相和副宰相们要轮班执掌这个官印，然后一同在政事堂与皇帝议政。但是赵普在太祖朝为相十年却堪称独相。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十年间啊只有他一位宰相，就没有首相次相，就只有他自己一位。当然呢宋太祖呢也给他配备了副宰相，也就是参知政事，简称参政。但是当时的参政权力很小啊，不管这个不执掌官印，然后也不去政事堂议政，而是给他们另设一处办公。那月薪呢也只有宰相的一半啊，就是地位呢与赵普相差很大。那可见呢宋太祖对赵普的信任是非同一般啊，而赵普呢也很对得起这份信任。宋史中记载啊，说赵普这个人呢是刚毅果断，能以天下事为己任。有一次呢赵普向宋太祖推荐一个人啊，让他担任某个官职，宋太祖就不同意。那第二天呢赵普又向宋太祖推荐这个人，那宋太祖还是不同意。那第三天呢赵普又向宋太祖推荐这个人，那宋太祖就很生气了，就把赵普的奏章呢都撕了，就扔在地上。那赵普什么反应呢？他呢面不改色啊，然后把这个撕碎的奏章一片片捡起来，回家后呢把这个碎片再粘好，然后再次上奏保荐此人为某官。这个时候啊宋太祖终于意识到啊，赵普这么坚持要推荐一个人啊，看来这个人呢是很有能力啊，于是就启用了这个人。那再举个例子啊，有一次呢有个大臣应当升迁，但是宋太祖呢他不太喜欢这个人，所以就不想给他升迁。赵普呢就坚持劝说宋太祖呢就要按规矩办事，宋太祖就开始较劲儿，就说我就是不给他升迁，你能怎么样？那赵普就非常直接的说了一句话，这句话的古籍原文呢是这样的：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什么意思呢？赏罚之事啊，是天下之公事啊，应当秉持公道，不是皇帝的私事，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来行赏论罚。当时呢，宋太祖听完这个话呢，就更生气了，起身就走。那赵普就跟着他，那宋太祖就一路走入宫中。这个时候赵普不能再跟进去啊，就立在门外不走。那一直到宋太祖最后同意了才离开。那从这两个小故事中呢，我们可以想见赵普是一个性格非常鲜明的人，很果断，也很敢说话。那说到这儿呢，其实也引起了我的另一个思考，就是我们经常会想当然的认为这个古代的皇帝啊，贵为天子嘛，那是不是就想干嘛干嘛，可以为所欲为啊？其实不是这样。那帝王时代呢有帝王时代的规矩，这个帝王呢他虽然是天下之主，但是在治天下的时候，帝王是需要通过大臣们一同来治理天下的。所以古时候呢，这个政府权力并不就等于是军权，那宰相呢才是政府之首脑，相权才是政府权力之代表。所以我们看到虽然这个宰相呢是帝王任命的，但是反过来讲呢，
帝王是一定要充分尊重考虑宰相的意见，甚至呢，有时候帝王想做什么事呢，也经常需要得到宰相的同意才行。而这种制约关系呢，也绝不是走形式，不是说呢，这个宰相是帝王任命的，所以他就处处都跟帝王保持一致，那也就不用谁听谁的，反正我们两个是一样的。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呢，如果有谁真的这样做的话呢，那个就是要被视为是佞臣的。而古时候呢，道德标准呢相对较高，这也就决定了多数的读书人、士大夫们呢，他们是有这样的道德基础的。他们呢是以治君尧舜为理想，那为了向这个理想迈进呢，他们做事只循公理，不循私情。那这样的人呢是大有人在。而天子呢，天子本身也是读书人，他们也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如果他是一个明君的话呢，虽然他有时候也会情绪占上风，但冷静下来后呢，他们知道那个敢言直谏、据理力争的人呢才是忠臣，而那个曲意逢迎的人呢却是真正的小人。所以天子授予宰相权柄，而宰相也反过来呢对天子竭诚尽忠、报国爱民，那这个呢才是一个政治清明的正常状态。此外呢，赵普这个人还有个特点啊，刚才我们说他能断大事，而且呢我们看到在他在断大事上呢甚至是不拘小节，但同时呢他在原则性问题上又是一个非常拘小节、守规矩的人。举个例子，他在被宋太祖任命为宰相时遇到一件事，当时呢宋太祖搞错了程序，他先把之前的三位宰相给先行罢免了，然后呢才去任命赵普。那么问题就来了，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相权啊，宰相的权利之一呢就是在任免官员的敕书上签字，那这个敕书呢才能生效，才是一个合法文件。现在呢因为宰相之位都空出来了，就没有人可以来署敕，就是在这个敕书上签字。宋太祖呢倒是很爽快，他就跟赵普说啊，没事儿，你来写敕书，我给你签字。那赵普就说呢，此有私职耳，非帝王事业。就是说呀，这个是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责，不是帝王应该做的。其实从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出，不是说呢，当了帝王就可以啊，想干嘛干嘛。这个君权与相权啊，是有很严格的界限的。不该皇帝做的事呢，就不能做。那该归政府的事呢，一定要归政府。所以最后这个事怎么解决呢？宋太祖就把翰林学士窦仪给找来了。窦仪这个人很有学问啊，他知道很多的这个前朝掌故，他呢就出了个主意。他说皇上的弟弟呢，就是指赵光义啊，任开封尹，同平章事。那这个同平章事呢，就相当于宰相之职啊，可以有资格署敕，可以签字，这样呢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所以我们看到赵普这个人呢，他在原则性问题上呢是非常守规矩的啊，他要做宰相嘛，那个宰相是百官之首，所以要走正啊，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就要走正，那后面呢才能够走好。那因为赵普是这样一个有能力有才干的人，所以到了宋太宗时呢，宋太宗还是想继续启用赵普做宰相。那这里有一段佳话，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是说的是赵普，说宋太宗呢有意用赵普为相，那有不喜欢赵普的人呢就说他坏话，说这个赵普呢是山东学究，只会读《论语》，意思是他学识不够。那宋太宗就真的去问赵普，说有人说你读书少，只会读《论语》。那赵普的回答是呢，臣实不知书，但能读《论语》，左一祖定天下，才用得半部，上有一半可以辅陛下。那这个话呢，讲得很有水平。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我学历不算高但实践经验很丰富，所以呢，宋太宗的疑虑呢就被打消了，就拜赵普为相。当然呢，关于这个半部《论语》治天下，还有一个版本说
是赵普呢办事能力很强，但是学术不精。他做了宰相后呢，宋太祖就常劝他多读书，于是呢他就手不释卷。那每次回家后呢，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苦读。那他去世之后呢，家人收拾书房，看看他读的什么书，结果一看呢，哦，是《论语》。当然我们从赵普的奏章上看呢，他议论朝政的时候是以古论今，旁证博引，应该不会只读过《论语》。但是这里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古人呢，他对学术是非常看重的。说每个人会做什么呢？他的具体工作，这个是他的专业技能，算是技术。而学术呢，它将决定你在应用各种技术时的思维方式、处事逻辑、做事基点、取向、利益，就是古人呢会把这个东西看得更重。以上呢就是宋初名臣赵普的故事。其实赵普这一生呢还参与过一件大事，这个就是被称为宋初一案的金匮之盟。那说到金匮之盟呢，大家又自然会想到与此有关的北宋另一大疑案烛影斧声。那这两大疑案呢就涉及到宋太宗继位的问题。那么在下一集中呢，我们将与大家分享从宋太祖驾崩到宋太宗继位的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